一个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同时好，在万国归来，家庭平安，笑嗨嗨，给直播马出来，会当好你来，谢谢。谢谢来哈、哦，我们小玲呢也是个好女儿哦，嗨，这个厨艺不错。没有啦，一定有吃迄、那个，恁爸有做润饼糕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这怎么了？哎，叫你这久嘛，冇看到你有去边照卡呀？因为在上班啊。啊，所以这久无煮啊？这久无煮啊？啊，唔拢食外口？对，都吃外面外食，没办法。哥哥，你辛苦了啊！哦，哎，这样子啊，至少六日休息可以煮一下啊。六日休息就不懒得动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正常的，通常拢是安尼啦。因为吃少啊，两个人就拍煮诶哈。对啊，吃少。哎，我有一个怪癖呢，我煮少我不会煮诶。对，我一定要煮大锅。哎，真的诶，大锅才好吃。我大概拢煮到这哈。对。哦，啊，你煮那么多给谁吃？我们都是只有吃，我们是小两位，有时候吃不多。我们都只有煮一点点的嘛。哦，是。然后呢，比如煮十分，是食指只有吃两分。哦，对。剩下八分呢，我就带回去给我妈妈吃。他妈妈很有口福。对。安尼嘛是袂歹啦。对啊。清明节一定的必备的，一定要吃这个嘛。润卷。哎，所以说啊，你不用拜拜吗？要拜拜啊。啊，拜拜不是要煮？啊，拜拜，大家都煮本菜本啊，家常菜啊。他们、哦、对啊，我不好再用那个。买本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、哦、现在蛮多现成的哦，好方便哦。是啊，是啊。炸鸡桶上去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炸鸡桶。披萨不是我妈妈，妈妈就我给吼公妈食个神啦，食个神啦，食本菜本啊嘞，啊你无食虾米食最低的嘛，披萨也可以哈，有时候换一下，是啊，换一下口味也不错啊。所以说，那个一般这个清明节说到拜地基主啊，对对啊，因为我最近换，然后我妈就说呢，哎，你一定要拜哦，对啊，你要拜什么啊？她就说呢，一定要六菜，六菜一个饭，不用啦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们就放。两个便当上去，两只鸡腿，对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一位哥哥，你的，哎，你们家的说你们拜的太简单了，不会不会，我都拜一个便当而已。啊对啊，对，我们都还两只鸡腿哎，因为不是有公有女有母吗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吃啊，比较恩爱。别的爱羞怕，恩爱啊，两只鸡腿，这才恩爱啊。无，阮家拢爱啃两只鸡腿，所以我咧讲哦。对不对？正常要两只，对不对？哦，都拜一只而已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到底要不要放筷子？要。提醒我一下，下次。一定要放筷子，你要两去杯吗？对哦。对啊，忘了放本席。对啊，不是也要有本席吗？是没错。啊，对呢，我都没有哎，我都把它放上去而已。啊，我这次因为我们那边的轮边糕很多人排队，所以我没有拜轮边糕。我也没有。有没有关系呀？没关系啊，其实也不一定啦，有拜就好了。但是说一定都要拜那个鸡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得记住就是要拜鸡腿便当。那请一下，到底他是要朝厨房拜，就是还是朝家里面拜？哦，我有个妈公姐没敢做贼。厨房如果太小，你要朝家里面拜啊。如果你有后门的话，你可以从后门这样拜进去。那很困扰的是，我们家厨房在二楼哎。哦，这样子哦，那到底我是要在哪里拜？一楼就好了。一楼从外面往里面搬，对对对，桌子放里面就好了。你得不要拿出来外面哦。这职业的啊，这职业的，而且桌子也不能太高嘛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是说桌子要低低的。可以的，都可以的。不吧，是对吧？一定要不要那么低哦？你知道吗？对吗？有一次我没有顾，被猫叼走了，鱼被猫叼走了。我哪有那么菜都被猫吃走了？不是，我哪敢妈讲，我两个台顶这个不是那个。亲家好媳妇，这是这两个才是亲家好老公。你两个比咱两个较了解呢？你两个有咧拜呀？我问你，桌子哎，你两个有咧拜啊？哦，所以到厝你们要还要搁倒款哦。哎呀，这种还做安未歹呢。真好。哎呀，奇怪，那个起码两个搁娶婆婆，唔得是安怎呢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有老婆哦？啊，你出来看这个没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他说，那老婆视力不太好吗？啊，不是。丁伯伯，你给你灌掉吧。美容师啊，美容师哦。没有没有，我问你，你出来你会跟你老婆讲说，我来跨光了，真宝吗？当然不会。哦，不会哦。所以说嘛，手机全部都那个呢。他们不会互看呐、啊，不会互看哈、啊。是他老婆可能都去看猛男秀，他也不知道而已。是。个
取所需，各有所好嘛。对对 对, 对，搞不好还可以交流嘞。是没错。哎，我真的以为，哎，小白，你真的是第一个我认识这个职业看场里面有查某的。啊，不啦不啦，长城大哥嘛有查某啦。啊，他们都没有吗？剩下都单身啊。单身、哦。无你讲嘛，单身贵族。真的，无我问你，你有男朋友，你敢要来看看了这不？不要。当然嘛。不要。不要。哎、欸，你老婆不是很大方？是他老婆不知道啊，他不会跟老婆说啊。哎、欸，如果他知道会怎样吗？被念啊。哦，对嘛，还是不行嘛。对啊。所以讲，林刚，你也快点黑衣封锁过来，你看看了这幕，代表就是有娶某啊。你身体也无快，代表有钱啊。太快紧啦哈！我咱小林的歌曲，再来个吹的去。好，就想买路边的野花，不要采。我听到哈。不要采哦。哎、欸。家里红旗不倒嘛，外面红旗飘飘的。想到春来，有许许花儿要香飞。百花开，吃饱太闲了。